不看，这些人上了训练之后想的第一件事，赶紧脱衣服。脱。嗯。让爱心，爱心，终于找到了我十万多年的兄弟。和兄说，在这里钓到最小的鱼也是十三来斤，我相信小鱼的记录呢，我是肯定破掉的。大鱼不好说。你尽管吹。这是我们很多年以来第一次准备开始拍摄新的钓鱼节目。好，出发 Go。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无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一切。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么一个神秘的水库进行一下探钓，我也不知道会钓到什么鱼。他们说这些鱼的话品种丰富，各式各样。嗯嗯，里面的鱼呢，有鲳鱼、翘嘴，还有这个喙鱼、鲈鱼，还有其他的。由于是第一次来这水库，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的话，先测一下底吧。那我们的水底铅笔呢，是慢慢的沉到底，沉到底，然后往上跳，看看这个底这一带的结构怎么样。看了一下这边的风向的话是比较好的，我觉得这一带的话，出鱼的概率还是会比较大。其实我是不知道会出什么样的鱼，水并不是很深，大概七八米的样子。我们用滑头的橡皮铅笔操控的比较轻柔。跳一下，然后让它落下去，在水中它自然的轻轻的摆回来。我想尝试一下，在这一带的话，有没有可能遇到结口？感受了一下下面的话，还是有一些乱石的结构，好像有一口。抓住，应该是一个鱼口，应该鱼体不大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。是次一级的水层，也就是说先刚才是落到底，我们慢慢的沿着底抽回来，现在我们可能是落到底以后往上跳，跳一个距离大概15-20公分30公分这样一个距离，再慢慢的控回来，也许是一米，这不太可能控的非常精准啊，但大致的话是这么一个情况。让它落到底，然后像这样的橡皮铅笔呢，你可以贴着底收回来，也可以走着斜线收回来，也可以在底上跳收回来，也可以离底这样平着拖回来，都是这种操控的手法。也可以把这些操控的手法呢结合在一起，比如说现在我们让它落到底跳起来，这样它轻轻的落，然后慢慢的收回来，其实离底部还是有一段距离的，也许大概是一米左右吧，一米左右到20公分，大概这样的距离。我想测测底部的情况，所以说尽量的把饵控在相对接近底部的地方，要离底太远。当然，同样我们也可以在水皮上进行搜索，那就感觉调起来摇得快一点。我们这边的话，离下面的这个有一定的距离，就是等一下中鱼的话，我可能还要爬下去。我相信你钓到鱼地里并非浪得虚名。中鱼，哎呀呀呀呀，一口跑了跑了跑了。中，咦，哇，这翘嘴该多小啊，连续三口，两口，哎呀，没咬中，连续咬了两口，哎呦我去，哎我快昏了，看到了，我靠，再来吧，就这个角度，哎呀天哪，
中鱼，中鱼，好，这条还可以，也是我在水下慢慢的拖，慢慢的拖，中鱼，这条应该是不小的，这条应该是不小，大概有一斤吧。这条应该是一条不小的翘嘴，大概有半斤吧。OK， 自由自在，简简单单。大家在取钩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啊，等它乏了以后我们再去切，千万别挂到自己。OK， 路亚就那么简单。带我们来这个水库的兄弟，他钓到最小的鱼是13斤，最小的一条才13来斤。大家不要相信，那都是嘴，扯淡。13斤。像华佗的话，大概16克的抛头，像我们尽力抛，大概在50米左右。很多朋友问我们华佗这款沉水铅笔的话，没什么泳姿啊。好像幅度很小的样子，啊，其实这是我们设计的初衷，就是要这种幅度比较小。我发现这种很多时候啊，幅度大的饵啊，它不一定好。当然了，我们以后也会出那种会幅度大一些变化的刺激鱼开口类型的饵，但我觉得钓翘嘴这一类饵的话，这种动作比较小的饵很多时候是具备一些优势的，有时候翘嘴很谨慎，它在慢慢的跟这个饵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在操控这个饵的时候呢，中间要做一些加速的动作啊，比如说跳一跳，抽一下，而不要完全的匀速啊，稍微的一个速度变化，比如说抽，哎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再慢慢的收，抽，再慢慢的收。完全匀速我觉得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。哎，终于，我就说嘛，大动作不吃，吃小动作，小动作不吃，吃大动作，就是这么简单咯。路亚就那么简单。我用的是16克的老虎路亚的华佗，然后这条鱼很小，在跟到近岸的时候果断的来了一口，没有犹豫。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，像这种小摆动的夹饵，然后在抽的时候呢，它又有一些大动作，这类饵的话呢，对于翘嘴效果是非常 OK 的。中鱼，哇，是不是鳜鱼？是不是鳜鱼？我就想钓一条鳜鱼。哇、哦，还是翘嘴，又是在近岸。我们华佗在那个经过的时候跳了一下，然后轻轻松松继续小翘一尾。16克华佗，路亚就那么简单。哦，挂住了，我想逗它，结果挂住了，挂住一条黑鱼，啊，
哦，太搞笑了。其实我是想逗他的，我是想让他咬，没想到被挂住了。 sorry， 我不是故意的。有时候人生难免有一些意外，但黑鱼的话会跳得很颠簸得很厉害哈，所以说大家在摘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黑鱼，这次鱼种丰富哦，华佗收获多多。黑鱼，哇，它窜得飞快。咬了两口，你以为是假的吗？哎，中鱼。所以说嘛，在我心中的一团火是永远不会熄灭的，啊，在这个啊，少林足球里头的周星驰跟大师兄说啊，这个鱼厉害厉害，我都没有用过一秒上过佛杯，是不是？是，转头上过。那我们就先夹着硬饵吧，它跳来跳去的话，这样的话。我们连造型都不好凹了啊。对，所以说嘛，老虎路呀，自由自在，简简单单。我并非浪得虚名，这次我绝对是有备而来。一竿中鱼，哇，这条好大。自由自在，简简单单。我们一起自由自在，简简单单。Okay. 哦，来了，终于。放水。自由自在，简简单单。哦，简简单单，自由自在。老虎呀，自由自在，简简单单。